哇，头发真的好乱。其实我觉得我也可以不补，我也是。还是补一个吧。我找的是光明，就看这边是什么。不行，我也得补一个，就看中国文科学。晚上好。给。怎么了？我在观察某一背后有没有什么不能入镜的东西是吗？没有。没有，我在观察。哎呀，这个高度有点沉默。高度。应该不。OK。你拿个手，你平时在房间里拿什么？手机支架。那你把你那手机支架拿过来。但它是放在我桌子上面的。怎么？就是、它不能动吗？就是它只有那么高，它不是那么伸缩的。所以那个桌子的高度得够。哇，好乱我的头发。我才发现。外面风好大。对，我们刚刚出去吃饭，然后买的奶茶，碰见了我爱吃的冰糖葫芦，但是我吃太饱了就没奶。但是我们看刘健一会儿会不会后悔呢？我已经后悔了，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吗？点嘛，但是点不到这里。因为我刚刚在纠结，我说带回来一会儿化了，外面那个糖很容易化掉，也好痛哦。小七在我的头上憋了8万个卡子，赌上职业生涯的他。我就是随便吃了啥？吃了那个爪子，吃了爪子。这庄和野，野在哪儿？这不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这不是我之前买的一套耳环项链，我觉得很酷。牙齿。漂亮妆了吗？这个衣服是我昨天刚买的，今天到的，哦、因为之前买的那个。我觉得还挺摇滚的一套衣服，他居然发不了货，然后我昨天临时找一家已经选发货地在上海的买了，结果没想到他露肚子。但是你知道唱歌又不可能吸着肚子唱歌，跳舞还可以，所以对我来说，我就今天我早上都不敢吃饭。昨天突然翻上，我昨天啥也没干啊！你昨天怎么突然翻上我？你昨天在干嘛？哎呀，头上夹子太多了。你昨天在考古行吧？蛙有氧。那看来与我无关喽。谢谢零六送的野蝶。蛙有赚钱吗？呀！痛死我了，怎么办啊？哦，谢谢铁嘴送的一个皇冠，谢谢铁子。他勾到我头发了，痛死算了。你要加油！小七，这个勾到我头发了，好像。你帮我看。天啊！好，很棘手。现在，加油！我相信你，你可以保住我头发的同时把这个。可能要牺牲一根，一根没关系。好，牺牲了一根。我今天看到一个弹幕说刘静的这个假发是从我头上薅下来的。小七。他头发卡住了，他被他的假发变缠住了。我假的造型，你对我最近说的，哦对，那个衣服，我真的很担心他会这样，因为他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衣服，他是这个头发拆了就会很好笑。但是我后面很现在就是一个鸡窝状态，还有这边，看。
开始拆我头上扒烂的卡子。因为你们那次其实对 K-pop 老 K-pop 老 K-pop 了吧？其实这套衣服一开始是为我们每一首歌准备的，因为不是说临时换歌，偷偷告诉你们，虽然现在说这些没意义，我们原来就是啊，那个歌是青春的 music， 简单给个名字来着，不是很女团的一首歌。然后原来我这件衣服是为了，yes, yes, yes, 但是我们临时就是换了。谢谢罗浮送的马卡龙，然后谢谢，还有一个加油加油的 Z， 嗯，谢谢苏糖送的权杖，哎，我好像好多朋友翻牌了，怎么办？过期了，没关系，反正我都看到了，没翻就算了。还差一个，还差一个。哦，在哪？在这儿。那我们之前设计的时候，我也没想到那里会放易拉宝哎。我之前就是这么设计的，但是我设计的外面只我租了一个灯放那儿，没想到今天易拉宝也刚好放那儿，那就是缘分。对吧？你看，有些时候易拉宝它需要放在非常 C、非常中间的位置，依然可以刚好的非常出彩，这就是默契了。好了，我的假发都薅下来了。只要去做，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我现在我头发像鸡窝头，鸡窝头，家人们。劝说王秋如就是爆炸了，头发，头发爆炸。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文章，哇，那时候就是我就一定要画，我还要跳一个。像是一个。我不得跳一个我平时不学的。爆炸头。然后呢，王秋如就被我这一番夸奖，就是这个非常摇滚的，就是你们知道吗？讲话小技巧，非常狂花的造型。就是、你跳舞这么好，我们不得跳一个那个呀？就是、他就被我这一番这个夸的啊、哦，头昏脑胀，然后他就同意了。这名字你看过？因为其实他原来是想跳那种女团。这名字，嗯，挺好看的呀。有一种凌乱的美感，所以是你最好是，就是说，对，那天王秋如，因为他原来好痛哦，我的耳朵上这东西也好痛。我们在那群里发，我们后来三个人回去，我们就在那边发我们想去跳舞，然后我就去直接去王秋如房间找他，耳朵都痛了。好。这是卡在耳朵的这个骨头关节上的，所以很痛。这牙齿非常的摇滚，好不好？它是那种很有那种不一样的感觉。这个项链其实很重，超级。然后我这个胸链也是一个项链给它别在衣服上的，这个之前还当过我的裤链，因为它做成项链实在是太铁了，所以我一般把它当成配饰挂在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谢谢小胖送的蹦迪。我今天还特意贴了下睫毛呢，一般重要的场合我都会贴下睫毛的，
上一次贴下睫毛还是生日公演呢，看我的下睫毛贴了四根，看得出来吧，一二三四，这边贴了，哎，掉了一根了，这边贴了三根，这根掉了。给你们讲我准备的大家伙本来是什么，后来因为实在弄不来那个东西，我想着这首歌反正已经很满了，没这个道具也没关系，这首歌已经非常的满了。之前我买的一个大家伙，它的名字虽然很好笑，但是它是我发现的一个新东西，我觉得很好玩，叫做消杀机，也叫农药机，它就会配一个那个风筒枪，然后就会打，因为剧场没有不能弄烟，这样会那个报警，就是违反消防法，剧场烟不能过多，但是雾没关系，对吧？就它可以打出那种非常非常高的那种雾，像一个风枪一样。然后我就买了两套这个设备，结果实在是弄不来，放弃了今天，因为它今天才到。就是它这些东西一直就到得很慢。后来我想了一下，算了，后来想了一下，还是没有坚持弄是什么呢？因为哎呦，哎，我的牙齿掉哪儿了？怎么说？掉了一个牙齿啊？掉了牙齿？牙齿。刚才我还看在你耳朵上。我刚刚还在手上把玩它，这不是吗？这不是我刚刚刚才拿的吗？牙齿很重要吗？对呀，为什么呢？可以不要牙齿呀？它是一对儿，我刚刚摘了一对儿下来，掉我身上之后，我找不到它在哪儿了，一会儿就出来了。你一会儿可能在我床上，你会，一会儿可能在我床上摸到，会吧？那你不得梗得非常痛吗？没事，因为这半边是你睡的，所以应该就是硌到你。原来是这样啊！不会，它会掉到哪里去呢？莫名其妙耶！我上次就是有一个，而且都没声儿哎。我上次也是换衣服的时候掉了，然后一直没找到，结果我在我换第二首歌的衣服的时候，它突然出来了。原来我在你那儿漏了。在哪儿呢？不是视频，不是真牙。谁能掉牙呀？而且没声音，主要是它往这个地上，我不知道，好像是掉我身上，所以没声音。它一掉，没声音哎。一会儿再找，一会儿它就出来，它会自己出来的。该出来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出来。不行，找不到，睡不着。没有关系，如果他不出来就代表他不属于你，该在的就是都会在的。他必须属于我。硬属于我，他不可能掉我口袋里面去了。在这儿，在我袖子这儿，找到了，他必须属于我。好，他是属于你的。看，就是属于你的东西他总会出来的，不属于你的东西他就不会出来的。这就像我们的人生。好，又来了。好，继续穿上我的羽绒服。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话题是什么来着？遗憾的就是，感觉我现在在寒冬啊。之前在外面，因为可能流浪已经太好了，就还是觉得。就是后来为什么不坚持用呢？因为我想的是，比如说像我那个，生日公演的时候洒水嘛。然后下面都是我的粉丝，所以我不管就是水洒到粉丝身上什么的，大家是开心的，对吧？大家是觉得很嗨的。但是我这个雾的那个水要是不小心洒到下面粉丝，有些他不是我的粉丝，他就会骂你啊，他会对人有滤镜，你知道吧？他就会觉得你搞这些东西只是弄湿了我的衣服，他没有感受到就是说这个氛围啊或者这个节目效果，他不会。他就是他可能有些还是那种讨厌你的粉丝，他心里面只会觉得你把我衣服弄湿了，觉得烦，所以我后来就觉得不弄了，不弄这个机器，不硬弄。我觉得我是懂粉丝的。
那等你们以后我生日公演，你们我粉丝包场，我可以搞些这些。但是下面但凡有别家的粉丝，我觉得就不冒这个险了。你一会儿弄的是效果挺好的，但是别家粉丝就觉得，哎呦，你把我衣服弄湿了，大冷天的，我一会儿感冒了。而且这首歌我已经很忙了，我嘴巴就没停过。不是，我从黑嗓转换到一个真假声转换，你知道我那里有多难吗？我练了好多天，练的人都要废掉了。从一个超低音到一个混声。谢谢猫仔。就是副歌前的那个 go to 那里，然后那里用的是和嗓，唱完之后。管他，我来不及唱什么剧情，一下子到这个音，实在是我每次特别害怕这个地方。没破到，没破到，算了，没破到，没破到，就是自己回去多洗几次澡吧。这首歌对我最难的就是把那个音语念顺，因为这个语法，不好意思啊，郭德子怡老师，你这个语法是有问题的。我第一次拿着这个英语，我说我好像懂，但是我又好像不懂，然后就每天在记这个英语到底怎么念啊。但是他可是煞费苦心。我直到正式演出，我也会偶尔看一下提词器，这个英语到底是个怎么排列法呀？啊，郭德子怡老师，你告诉我一下，你为什么要这么排写英语？你是懂英语的。我到现在都记不起这几句英语是什么。Take a look, all the short gunmen, we need to fight, 什么什么来着？什么 some people。has 什么什么玩意儿来着？没关系。结果后来小哥跟我解释，没关系，幸好有提词器，我知道怎么唱。所以我这里本来设计的是跟民科激情对唱，你知道吗？激情，他激情 rap， 激情鹦鹉，激情黑嗓。但是呢，每次唱一波，我都会转过头看一下提词器，这个英语这里的英文单词到底是啥。我真的没空跟 rap， 没课。有声音了吗？我当花的时候帅。K。刚刚讲到哪里没声音啊？我说我看到了，他想跟我激情互动，但是我真的太忙了，我没时间跟他互动了。就是副歌，我看见他拍了我一下，然后我看了他一眼，但是我想从眼睛告诉我马上要唱高音了，等我唱完这一句，我再转过来跟你互动，你等着啊。太累了，一直在唱，对，还用手指点了我一下，我说我知道你想跟我互动，等会儿马上我把这句高音唱完。对，他可能在唱歌的时候比较想互动，因为他是唱的低八度，他去帮我唱一个低八度的。我唱的那个原 key 是实在是我连表情管理都有点困难了，还有这个吸附也做不到了，哦，我就可能很难跟你互动了，明哥。然后我设计的只有那段黑嗓，他唱英语，我唱黑嗓那个地方，我觉得是 OK， 我们俩可以对着唱。但是吧，由于那个帖子，郭德子怡帖子，你写的这个英语我有点不明白，所以我每次跟他就是互动到一半的时候，我要转过头看一下提词器，你这里的英文单词写的又是啥呀？很尴尬。被帖子为难到了。嗯，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是怎么想出来的吗？是因为上次不曾后悔的时候，一开始的设计不是踢门而出吗？我发现我们剧场这个门它是
往里拉开的，从外面没有办法踢门进来。好怪、啊、然后我心里面想，我说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个门给踢了，然后我这次这个舞台我想着、啊、我就要从里面给他踢出去。你还不如叫我去拔呢，我觉得对，我就是你们还记得我那个不曾后悔那个舞台一开始设计，当时在中心的时候不是踢门而入嘛，所以我当时在剧场的时候我想踢那个门，发现它是朝外开的，根本踢不开，没办法踢。然后我当时就愤怒，我说我总有一天得换首歌，我要把你这个门给你踢掉。这次、哦、从里面踢，从里面踢，最后想是走哪儿去了，就是走进光里。对，我这个也是我设计的，就是这个舞台的这个走位和这个灯光这些是我想的，就是一开始让开始怎么穿插，然后走到哪里，然后再弄，然后我说就从我们就从沿着那个观众席最后走到那个过道，我说那方放一个旗子，本来说想找 S2 音乐会借个旗，后来发现我们后台有旗，然后我就没有厚着脸皮现场要旗子了，在后台拿了个旗子，然后我们说我们最后一段就在那个旗子面前唱，然后揭竿而起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旗子拽下来，然后唱完最后一句我们就踹门而出走进光里，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这个是在都我们开始排周年的前一天我突然想出来，因为那天实在没办法了要报节目了，然后我们定好这个节目之后我们两个在那分分词，然后我们这排了两天，他把词儿给写完了之后我就去他房间分分词，然后我就说你先把你 rap 地方往里面插，你想插的地方插好之后我再来分分词，然后就是哪些 rap 就我也去问了我的刘长乐老师，我说他这个 rap 插这里行不行，他这里跟我这里旋律去叠行不行，他这个 rap 我想给他混点旋律，你帮我想一下唱什么，还要唱个音阶，我说 OK， 就是问了很多东西，然后参考了很多专业的建议啊。然后分完之后那天就在设计舞台，然后这个音乐一放，我说我们俩试着唱一遍，我说等一下有画面了，我说来我告诉你，有机会的话会说，对，但是也很不容易，因为还要很短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搞定道具，然后去这个衣服也很艰辛，包括借那个灯还必须有一个那个五米长的插线板，然后让那个时间段大厅不准有人，对吧，要不然那个门一踹开突然几个粉丝刚上完厕所那不是很尴尬，我还要找那个剧场的那个哥哥他们把那个时间段人清空，然后还把外面那个大厅那个灯关掉，然后门一踹开的时候防止踹得太大力那个门弹回来，很傻的很刮三的，还叫朱小西和一个阿姨在那帮我把门给稍微把控着，就是事儿很多，事儿很多。对，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个东西它没什么东西啊，但是忙了很多东西，但是忙了很多东西。就包括宁珂，他是中低音嘛，包括他的 rap， 他这首歌他的 key 其实很高很高。然后我就说不可能说你只 rap 我只唱，这样你没有那么多 rap， 然后我唱的东西也太多了，我一个人唱也很干，然后就跟帮他想说这个地方让他去和，这个地方让他去第八度唱，这个地方可以同步唱，就是去帮他想了很多什么办法让他也能唱进来，然后他 rap 的时候我也别傻站着，就他 rap 我去给他唱个音阶也是好的，然后包括他以前的 rap 都是低的嘛，所以这次一开始我想一开始就给王炸，一开始我这个黑嗓就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也需要，我让他唱了一个高的 rap， 他之前的 rap 都是叫什么完了我又忘记郭德子英写的英语太难记了啊 take a look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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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you fight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一般都是他第二段就变成了第二段就变成了那个take a look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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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问刘长乐老师，我说就是一开始就想炸，而一开始炸的就让他唱高亢的，他就 take a look， 音阶就学乐理的都懂啊，就是唱一个音阶很简单的去帮他做一个那个旋律，因为我不可能喧宾夺主他的 rap 部分，但是我那个地方可以跟他帮他叠加点层次。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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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嘚嘚是后面我加的，就是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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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刚好它有个停顿，停顿了之后它的一个非常轻的92的鲜艳是这么唱的，我也不知道它那个 rap 怎么唱的。然后这帮就接名时候再去一首就给它推上去，对吧？我明天不是什么？就我们明天要录的那个东西。不能吧？啊，好。可以说去录音，但是不能说录什么东西。可是我已经说出口了。行，牛逼。有啊，太好，有人陪我了，嗯，真好。哎，真好，有人陪我了。什么呀？我不知道哎。嗯，哎呦，这假发好乱哦！你有试戴结构炎吗？不知道，真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谢谢六零送的蹦迪，谢谢。这回是真不知道。嗯，有意识的粉丝已经知道该干什么了。嗯。都是那些，因为我圣诞节的。谢谢送的荧光海，谢谢你送的马卡龙。有跨年公演，跨年公演应该是每年都有吧？但跨年公演是联合嘛，就是大锅，铁锅炖大锅。什么啊？铁锅炖大锅是什么东西？铁锅。你是不是又想到什么了，沈雨姿？拜托你不要想这么多。我好的好的，谢谢大家送的那个鸡腿子。这三根不会都是我的头发吧？刚刚。卡住的。铁锅炖大鹅不是一道菜吗？是，但是你单独说这个铁锅听起来就不对劲。我随便笑笑。你不能随便笑笑。圣诞节我想煮热红酒，但是我没有红酒能煮，我不知道拿什么红酒煮。应该随便什么红酒都可以煮。我记得我粉丝送了我好几瓶那种九几年的红酒，我感觉那种红酒拿来煮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奢侈太浪费了？但是煮红酒是不是要加别的东西的？要加那个肉桂。嗯，要加橙子、苹果、柠檬、草莓、丁香，然后就这么煮了之后，八角也可以不放。那你有锅吗？有啊，你有锅，但是我那个锅很小，最后捞起来的时候再放肉桂。我们就拿铁锅煮。一次，小心我给你唱那首。公演曲，刚刚在商场给你唱的，改了一个字。你直播间有被封掉的，你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有这种危险发言。一首公演曲，当他改了一个字之后，变得非常恐怖，却又很真实。我不说，你们不会懂。直播间不说，不要好奇这些，你们不能好奇的东西。对，不说。
我们还要直播间。不说哪一首自己改改看。不说。就说歌名，不说咋改，那我觉得很好猜。不说，我也觉得，虽然他们改的没有精辟，对，我也觉得，主要是他们，主要是我们是因为在我们那个前面有一番就是别的讨论，对，所以才能引发出那个后面的那个哪个对的，可以说吗？没有哪个对，是很早以前的一首歌，这不可能因为它是有前因后果，它是有起承转合的。不告诉你了，再细你们干脆问歌名算了，不要再细了，不告诉你们。不要好奇这些，你们不要好奇，但是你们可以发起一个好玩的，就是一改一个字毁一首歌，或者毁一个公演的一首歌，看你们哪一个字能改成什么样子。但我觉得这不是因为都不能这个游戏就算玩几百楼也没有我改的那个精辟、我那个太惊讶了。主要是他们不懂前面的起承转合，就必须得聊到一些人，然后再往后再才可以。主要是我改的这个还很魔幻又很现实。不可以说。我们不可以，你们不要好奇这些。前面也不跟你们聊，我不跟你们聊。睡不着那就睡不着，多看多看几遍今天的周年公演吧。你们就活在世界里吧。这个项链重死我了，感觉颈椎病都要犯了。谢谢队长夫人永远的零。送你什么呀，要读这么大声。我写个礼物不可以大声点吗？我跟你说，我直播间最好没有送我礼物那种很奇怪的 ID， 要不然我也大声读给你听。陈宇自己最好、你最好是个没有弱点的女人。他提前跟我说的不用谢我。陈宇自己最好是个没有弱点的女人。我是个没有弱点的。你最好是吧。说不用谢，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到你那句不用谢。我是一个比较客气的女人。你自己知道你那个 ID 不好意思，就是如果念出来不，人家会就是谢你会不好意思，你怎么不知道 ID 呢？真的是，你心里想什么不能说出来？有些东西就算是事实，你不能打在 ID 里。你看我干嘛？你房间怎么那么冷？我开了28度呢。啊？但是我这个，我觉得我这个空调。你要用辅热，然后强劲。这是你那天调的。然后再把风速加到最满，就是、然后上下摆，左右摆。就是你那天调的，上左右摆，上下摆，好。我给你唱歌了，陈雨思。怎么今天的口袋四八不自带磨皮效果呀？我这个脸上的瑕疵清清楚楚。你开了吗？没有，但是他平时会自带的。啊？不啊，你要开。不啊，他平时就是都。看到我皮肤老好了，我以为他一直自带的，我现在一看是这个光的原因吗？你有可能是光的原因，你要开，你不开怎么会有呢？你把口袋四八想的太高，是光线的问题，这样就没有了。不能这样，这样是什么瑕疵都出来了，得这样。我就想喝一杯热红酒，其实我不想喝一锅。
我就想尝个味道，而且那个红酒最好已经煮的没度数了。那种啊，是很多圣诞集市上他们有卖这个红酒，但是他们卖的还是煮的没有很久，他们只是把味道煮出来。我要是那个红酒煮的已经不像酒了，它那个酒已经全部挥发掉，我就想喝个葡萄汁儿，热葡萄汁儿。就是上海算，因为上海我感觉还挺注重过圣诞的仪式感，就会有很多那种市集，但人很多，就点就很烦。可以在嘉兴路门口卖吗？煮热红酒。你要在嘉兴路门口卖？啊，可以啊。你可以问对面那个吧的老板，就是跟他商量一个，谈一个合作。我们应该不是同一个业务吧？我是卖红酒。他是、嗯、就是你可以在他的那个支一个，在他旁边支一个，是一个跟他谈一个合作嘛。哦，然后你卖热红酒可以、我也可以在我们咖啡店卖。嗯，现在允许摆摊了，城管会追我吗？但现在上海这两年好像开放了，可以摆吗？随便摆吗？但是好像不能随便摆，好像在固定的地方，就是还是那种就一溜人都在这儿摆那种，那叫集市。嗯，就是得交钱摆，应该不能推小车出来摆吧。嗯，好像是的。因为我觉得上海前几年查这个查得很严，就完全不让摆，要有指定地点。一夜之间感觉就消失了好多这个。像剧场如果有，哎，那我们剧场门口那个卖糖葫芦的算摆摊吗？我们剧场门口有卖糖葫芦的吗？偶尔会出现一个卖糖葫芦的。那他算，嗯，吧，我也不知道。对啊，就是我小时候印象里。还有很多哦，那他就算他就不算合法的是吧？他其实是会被抓的。但是现在就，而且还以前上放学回家路上还会看到那种，反正就是小摊贩。谢谢你们的。卖书的那种。它是流动摊，那我可以开流动摊吗？或者某几年的起点就突然一下子一个都没有了。谢谢你的蹦迪。他跑得飞快，他不是老婆婆吗？跑得飞快。我有小车车吗？哦，城管来了，我就说那是我公演表演的道具，我没有卖。嗯，开心吗？我开心，你还不开心吗？但是这两年上海好像又我在搬道具，我现在要去后台，请你让一让。不用火，用电磁炉。谢谢 WS 送的权杖。什么时候开始实行？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就是在梦里。毕业了之后，我就把对面那家店盘下来，搞个拉吧。然后一杯饮料我就卖50多60多，其实也不算贵吧，我卖80，但是我有一个超大的那个投影一直在实时播放公演。我开 B 站大会员给你们直播，给你们放高清直播。我要帮我考虑。
会员可以预约在那个墙上挂应援广告、应援画之类的，或者在那摆易拉宝，这是办会员的好处。但是是预约制的。每个人都有生日公演。我来了这个公司之后，我就是感觉就出了很多的规则，就是都是要那个，所以其实还有很多想上。赶上好时候，下场应该是火柴梗吧？当然相信自己，我当然可以。老板娘在门口卖煮红酒。谢谢你六的权杖。麦克风放到我的前面，开始群访环节了。群访环节，这个弹幕一个一个问题，简直就是群访环节的。小助理在隔在对面卖糖葫芦，冰糖葫芦。我要耍大牌。不会，不会神龙，你死心吧。我要那个把这些话筒啪拍掉。可以反问。谢谢你送的皇冠，谢谢。怎么跑到我直播间来啦？你们对别人这么好奇吗？为什么会对别人好奇呢？为什么会对别人好奇呢？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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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睫毛都可以碰到我眉毛了。好吓人的假睫毛，就跟蜘蛛腿一样。那就不叫了。耶，睫毛乱，睫毛歪了。红酒套餐是什么？我不要加八角那些，我觉得煮起来卤味儿太重了。简直太升华那种什么，各种那种学校写作业的词藻都堆积上，都堆积了上去。我想喝那种果味重的，不是卤味重的。但是你也找不出错的一篇作业。走了，你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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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对我各种上升，就是那个价值观什么那种，哎，对，因为我看那个原始的煮红酒，那个料放多了感觉卤味儿好重。我一听到他说，哦，不加蜂蜜，不加蜂蜜，我不能吃蜂蜜。我都不问他说你要官方肉桂，就是肉桂的味道我也不是很喜欢。加点什么？我觉得加点用爱发电应该最搭配吧。他我不知道是什么作业，就是他要采访我们队的一些人。谢谢 box 的荧光海。哦。我是几点钟开的直播，是不是时间快到了？你在想的很美哦。哦，不是应该差不多了吗？我们是半才开的，32开的，那还才那只有15分钟了，对吧？不加点苹果和橙子，还要加蓝莓和草莓。还有蓝莓和草莓，可能还没好透，但是其
树莓，树莓算了，那个味道好像没什么感觉。数学在这个时候最好，那可不，数学考了138还是135来着，忘记了。对，但是现在的我连二元一次方程都不会了，有用吗？没用。那应该不至于，怎么不至于？我现在看到鸡兔同笼，我都觉得我不会。有人想和我连麦，谁想和我连麦？怎么？数学不用，主要是我发现现实生活中不是工作，现实生活中用到的数学好像只有简单的加减乘除而已，大不了开个方，都不在计算范围之内，就是口头算一算，口头算不了，你就计算机按一按就能解决的。生活中基本用不到，更别说几何题了，你除非搞装修，自己搬搬家，有些时候用得到几何题，平时我感觉都用不到几何题啊。他有看过三题，你让我回答。你生活中会用到几何题吗？好像不会吧。哦，不能随意标签是吧？就怕他哪天突然给我啪甩一个。生活中就是算算账嘛，几个人 AA 一下，现在结果饿了么都不需要了，他会自动帮你算好每个人给多少钱，对吧？不需要。对呀，你就是饿了么找好友拼单，拼完单之后你就能直接点进去看到你需要给好友转多少钱，都不需要，都不要需要算账的。怪不得说你们是笨。群收款也可以帮我，看现在多智能啊，都不需要自己那个绞尽脑汁啊，算半天算不明白。所以工作越来越难找。今天大哥是大家一起投票投出来的结果，就是每个人在一套公演里面选一首歌，然后这套公演里面被提名的最多的那首歌就是这首歌，就放进来，就这样以此类推，就是每个人都有参与。梦想闪耀，它的主要就是一个，这首歌其实非常的日式
流行摇滚，而且是上个年代，所以你这个腿一定要抖起来，然后一定要做那种标准性的动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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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他那个编曲，他很像千禧年间的那种日式摇滚。Coco 要和我连，哦，那还和我连哦。猴子哥，我还挺喜欢《梦闪》这首歌的。我觉得那个编曲很 是我喜欢的类型，简单，没有那么多炫技的东西，然后非常的单纯。现在的编曲恨不得把毕生所学毕生 新搞出来的新玩意全部往里面堆砌，但是没有，我觉得梦闪它就会有一种非常纯粹的那种热血的感觉。哦，谢谢大 C 送的用爱发电啊！今天是什么情况啊？今天是我七周年，我才想起来。嗯，今天是我 buff 叠满了，今天是S2 九周年，我的七周年加我的400场。Oh my gosh！三喜临门了，开心开心。我在这待7年了 ，Oh my god， 7年都初二了吧？今年初一，不好意思，数学太差了。幼儿园就要3年 ，so。Why？ 哎 ，so。谢谢知识品。你为什么要请律师？问号。好喜欢那段音频。求求了！我最近都没有回你们翻拍，我都是看了我就没回，因为你们翻拍就是最近就是没感觉，就是还有好回的。对，我用意念回了，我已经用意念回了，但是我都看了，我每天都会看一遍我的翻拍，所以我都是第一时间看到你们的翻拍。但是回吧，就是要么七天乐，要么不回了。对，我就是这么一个烂人，难怪。排练忙，其实也没有很忙了，翻个牌的时间还是有的，但是就是觉得好像我知道了，正一月可以不回了吧？看情，在想啊，有点尬回。我不想尬回，我就是这种，有时候就在尬回。
我不想尬回，主要是，但是我感觉好像不回你们又会觉得，哎呦，他是不是没看到？没有，我都看到了，只是我真的有点不是很想尬回。咱们想，我想咱们就是有效率一点，立马发十条别回了，那随便你吧，马上给你忽略掉了。对呀、啊，已读不回就是我们这些非常善用欲擒故纵的坏女人的，哎，我有个问题是谁给我写的那个词儿？什么叫迷倒万千少女？那天我在群里面问我说迷倒哪些万千少女了？对，我就是这样骗你们的，跟你们说不翻，然后你们尽情发，马上给你们翻掉，把你们的鸡腿骗到手。那如果你给我讲八卦，这不爽死了。看吧，这样我回了，然后可能就有问题。永远猜不透，我会在什么时间段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耳朵耳朵，再说一点，还有吗？真的吗？我说八卦，我说你要是给我发八卦，我只能回你哈哈哈哈。哪方面的八卦？不知道、啊。他自己的。对啊，那不是只能回哈哈哈哈？啊，这也太那个什么吧？他怎么这样啊？我觉得真的有点那个什么，是吧？嗯，确实很那个。分享给你我的日常生活，可以随便发吧，随便发吧，做你们自己就好。不是你的，别人的吗？好、哦，真的很累，真的很那个，怎么那样啊？我觉得这也太那个太那个什么了吧，这也太那个什么了吧？天哪！我简直受不了！哎，真是的。怎么那样呢？你看，这翻牌就有了，而且还是超过50字的呢。大家朋友都很疼，我知道。这不会吧？这也太那个了，别吧。对，我觉得我们那个公演也是，我之前跟我控台商量，我说以后公演想就是先这样再那样，最后再那个一下子一下，我就觉得非常那个了。他说行，那你下次就先这样再那样，然后最后那个一下，我也觉得很那个。我说我的意思是不想听你用吉他砸掉你的两个音响，最后 keep real 把麦丢掉。我不是一个爱听八卦的人，前任的故事，你都前任了，为什么要听他的故事？听呀、啊，为什么不听？你怎么还听你前任的故事？你可真八卦。如果是那种八卦的故事愿意听，如果是他过得非常好那就不听了，这没什么好听的。读书分享，不要给我读书分享，不要不要，我是不会，就是我这个人看书我有自己固定的路子，我这个路子很难被人轻易撼动。什么路子？就是我爱看侦探小说。哦，而且我看侦探小说看得极快，但是我看其他书就看。那你看过那个小侦探悬疑小说你看吗？也看，就一样、差不多。我之前看过一本超厚，也不算超厚吧，就算日本悬疑小说里面比较厚的了，叫 Another。 看完之后我就是一整个大无语住。为什么？就是它非常悬，有点恐怖悬疑小说，反正大概意思就是他们班多了一个人、每个搁那排除呢、然后每个都有一段故事，各发生各种悬疑，最后你猜多了是谁呀、那个老师是多的，他配叫悬疑小说吗？确实没让人猜到呢。看呀，阿加莎，阿加莎是不是太有名了一点？你问这个问题，
就是你问别人说这个你有没有看过，你是不是，而且我当时买的还是原文版，就是日文版，我看的我都，我最后看了半天，我你问一个，就是这个人他说他喜欢看这一类型的，你问人家谁谁，你就像问我你知不知道红豆，わかった。我不知道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是谁？不认识。沉默了。我现在的口头禅，我发现我每个季度都会换一个口头禅，请列举出我前两次口头禅是什么。上一个口头禅是什么？不要。上一个口头禅是。你们都答错了。对，我的上一个口头禅是我这边的建议是。哦。再上一个口头禅是谁懂？对吧？最近的我的口头禅是。什么意思？沉默了。我最近口头禅是什么意思？沉默了。这边的建议是不要建议。哦，凭什么？我没有很经常说，这个只是我的金句，它不是我的口头禅。凭什么这些是金句，不是口头禅？这边的建议是不要给到建议，我的建议是别给建议。嗯。今天在后台跟尤淼讲这个，我说我这边的建议是什么什么，然后尤淼说我知道你想建议，但是你别建议了。我说这边的建议是我想建议。他学我，因为就是我就想最后两首歌要不就不换衣服了嘛，就那个战袍跳了嘛，但是说一定要换衣服，我说啊，我说这边的建议是不要换衣服了嘛，然后刘淼就在我后面说他就学我之前的那个，他说我知道你想建议，但是你别建议，我说那这边的建议是我想建议。丫头长大了，会顶嘴了。哦，35了，橙子35了。35。你在干嘛？你在卖萌。我在看他们说话。我们要干嘛？我们要休息了。要干嘛？我们还没卸妆耶。脸都烂到40分，卡，沉默。36了，因为行，40就40。我想要一个整的数字。好，15、10、40、0 ，OK。好，40。人就是有整数，这是有科学研究的，这是中国爱整数。是吗？那我现在鸡腿是67009，如果能凑到70000的话，感觉我好像也突然懂了这个整数的含义咯。零点是不可能的。就是谢谢4796送的马卡龙，谢谢安叔叔送的用爱发电啊，他怎么又不是整数了，天哪。永远凑不到整数了，鸡腿。怎么？哎呀，怎么回事？沉默了，沉默了。你们。我是懂整数，我就是不懂整数，今天想试一下嘛。谢谢你们送的荧光。对，什么是整数呢？这边的建议是让我感受一下。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是之前小卢的？什么意思？哦，我准备叫两下。什么意思？我这边的建议是，你们一会儿不要多送一个变成零一了，对吗？你们自己悠着点。谢谢大家。那么多荧光棒，我还以为被冲了。3007人了，怎么又多了七个人啊？太坏了！该超了，对呀、啊。我说话真的很准，我跟你们说。啊，那你说点准的，说点我。谢谢苦艾酒送的用爱发电，谢谢。完了，瞬间整数没有，整数超掉。怎么有人送 N2 的应援棒？什么意思啊？沉默了。他每个都送。啊？为什么？什么预感？就是我可能后天会有事。什么事情啊？不知道，就是有感觉，我感觉回不了家。哦，后天有人去迪士尼吗？我们差不多快到点了，我们是不是要下播？迪士尼开园了吗？后天好像要排练啊。要排练吗？对，6号嘛。迪士尼怎么又开园了？他为什么又开呀？那他肯定知道我们周年完结束了。他总是在开园。他好像知道我们周年结束了。迪士尼现在可是有冬日花车哦。耳朵，大声点，我也要听。我说迪士尼开的还挺好的。是吗？又开过段时间迪士尼要下雪了。去年我迪士尼过圣诞节，迪士尼也我们都没有在迪士尼有蚊子，我都没有在迪士尼过万圣节，欠着吧。你要是永远欠着，你就永远欠我一份东西。那就等我打完歌吧。他好爱过圣诞节。我没有很爱过圣诞节。不是，我说迪士尼。哦，他爱过圣诞节。迪士尼确实是爱过。迪士尼不就是喜欢过这些节日吗？我们该下播了。哦，这个时候着急了。他41，他可不是整数哦。他超了一分钟怎么办嘛？40:55就是40，现在是40分。哦。原来是这样，拜拜。